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风大哥的。那你如果想要给这个新手爸爸有点帮助，你可以帮我订阅哦，或者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，或者你可以给我个按赞，这样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家了，那你可能觉得，哎，那么突然，你不是刚到那个月子中心而已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原本的计划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来月子中心七天以后，我们要回家继续做月子中心啊。基本上我们回家以后，他们会送啊这个月子餐，还有那个其实呢，现在政府他们的补助是这样，他们会给你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领那个2万块，或者你可以给有一个月嫂来你的家100个钟头，那这个100个钟头是等于25000块，所以不错，所以我们选的月嫂，所以明天月嫂就要来我们家，那他会在那里帮你那个做饭啊打扫那个baby 的那个房间啊，所以这个会减少那个妈妈跟我的压力，所以觉得在这方面真的不错，所以明天月嫂要来我们家，一天8个小时这样，所以这个非常好。那我们关于这个月子中心，我们的经验其实非常好。当然我一开始对这个很陌生，我在另外一个影片有讲到这个，也不了解这个，但是其实这里的服务非常好，食物蛮丰富的啊，太太很喜欢，也很多那个营养的一些那个食物，当然我偶尔会吃一点这样。另外一个里面的服务，当然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课程。那今天我去跟那个护士上这个，就是一对上这个这么洗那个宝宝，我非常紧张啊。那么要用那个布呢，很多东西要记得啊，所以非常紧张。但是很感谢他们有提供这些课程，因为基本上我对这个很陌生，也很紧张。当然太太很厉害。他学得很快，而且可能女生在这方面就是比较会做。但是呢，我很期待可以回家跟我的儿子在一起还没有抱他，所以就是希望明天我们这个新的家庭三口家庭都可以回家，那小 baby 在家里，那我终于有时间跟他陪他啊，可以跟他讲一些故事，这样可以抱他这样，所以非常非常期待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去楼下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要坐车回家。那回家以后，我会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里没有那么乱，很乱。这几天我都在家里打扫，准备它非常非常干净啊，所以。等一下我们要坐车回家，那回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，而且终于可以抱他很期待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等一下哦。你旁边很就是我第一次喂他奶，今天我们回家了，所以有点手忙脚乱的样子，但是应该可以一起努力一下就 OK 了。他刚醒来，现在是晚上大概6、7点，我忘记了。好的，所以这个是新手爸爸第一次换他的尿布，但是我们要先看一下下面的状况如何啊，所以先我要过去看一下。哎呦，哇塞，有点严重，看起来带鸡断掉，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呢，就是在太太的引导下我要学习一下怎么换，所以现在不能对着那个照相机，就是要今天我就看一下那个月嫂，因为你要两只脚抓起来，那这样子，这个不对，你要一只手抓这个，一只手放那，这个吗？对，然后呢？你要把它整个抓着，然后把这把，所以就 put it out， 就像它是一个鸡， one hand， 这样，对，你要抓它的脚，两只脚，那你看我用一次，好。哦，圣诞节的鸡，火鸡 ，OK， 好，再吃。加油！好的，然后这个在中间，
在中间，这个这样吗？不能太近，但是也不能太瘦，反正等一下可以再捏一次。OK， 把这个衣服弄好弄回去，有两件，所以应该先里面这件先。那你先把里面这件拉。哦，他们是分开的。然后再放包巾。就这样就拉下去一点。对，然后把他的脚脚放回去包巾里面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他的包巾有一个 corner 嘛，有一个 corner 是放脚的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要把他脚塞进去。那另外一个呢？也是啊，也有两个啊。就这样拉出来，没有拉好。对，它应该是还有一个角，对。哦哦哦，在这里。那就这样。给你报告一下，我的任务，成功了，完成了，换他的尿布，没有那么可怕。我一开始觉得哇，这个很可怕，因为闻起来，一点不香，有点乱七八糟。但是呢？好像 OK 了，就把那个旧的拿下去去丢，丢在那个垃圾桶那里哈，那带他去那个那个厕所，因为厕所有那个流动的水，那个冲水冲他的下面弄干净，那用那个毛巾擦一擦所以下面都是干的。后来换他的尿布，应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所以今天是第一次第一天当那个真的新手爸爸，因为以前因为那个我本来在月子中心，所以不一样齁，但是今天月嫂来，但当然月嫂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，所以应该就跟他学习一下，因为他知道很多他的知识不错，蛮丰富的啊，所以第一次，今天第一次喂他，第一次换他的尿布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天，学到很多新的东西，也经过很多新的经验啊。好的，可以讲说很感动。对对对，另外一个非常感动，因为今天是真的是我第一次可以抱他，那他就这个很脆弱的生命，就在这里，那我就哭一下，我就哇。这个太特别了，这个九个月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在肚子里面冲浪啊，那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生命，所以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，而且我是一条大汉，所以我怕我会用太大的力，所以太太说你要抓着他，那很紧张，因为身体很大嘛，会担心，可能男生会比较担心，因为不用那个伤害他，所以一开始抱他，他说你要抓着他。所以有点紧张，但是呢，第一天可以说不错不错，我们很忙啊，刚刚讲的那个手忙脚乱的样子，但是应该可以。好的，如果要看到更多这个可爱的小朋友，要跟我一起学习啊，在这个过程，在这条路上，你要记得订阅哦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或者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另外一个也可以给我一个按赞。好的，谢谢你们啊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